素颜映在上流战争，演出反派角色爆红，精湛的演技让她恶女形象印象深刻。不过私下的她其实相当可爱，个性超反差。而近日她主演的《九尾狐传》1938播毕，同剧演员李栋旭就公开一则她的美谈。几件照片中，金素颜在5月29日时私讯李栋旭的公司 IG 账号：“你好，我是金素颜，感谢一直以来上传照片时也把我修得美美的。虽然较晚才发现这则私讯，但李栋旭看了就感动直呼：天哪，现在才确认红珠的心意，我们宣传组全部都感动到掉泪，姐姐。”金素颜温暖又亲切的语气让粉丝看到后也纷纷大赞直呼：太感动了，根本就是天使，素颜姐姐真的很善良，完全是美谈制造机啊。